Hello， 你们好啊，我是来自亮剑的一名主播，下面把这一首另类送给麦麦上身群上的所有兄弟姐妹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喜欢的话帮忙转发评论666。在握手中把王将，我的攻城不败战拿方，这一次我比天光，说看我的乐家在闪光，这一生我都在拼，我留下不败之功勋，别忘记我的嗓音，说震撼每个人的心啊，另类我喊住灵魂，锁住你们的心门，让你们全部沉沦，万人称我的威男神，别傻了老弟，说看我的无尽的霸气，不败传说被元虚说再点开他们的真谛，终于拿起这支笔，烽火蔓延我九千里，只求兄弟还在，记起肩并肩我战到底，友情岁月多宝贵，饮下烈酒我千杯醉，妖气呐喊撕心裂肺，喊出最强的另类，霸气美音送给你，最强挑衅我送给你，友情岁月送给你，我就问问谁能比，还有谁还有谁，气势如同冷电雷，挥剑经典六月寒梅，战天跟我霸轮回，多少另类后起之秀都说自己很优秀，嘲笑你们寄身无后，还说自己与天斗，又让你们全都知道这一生他妈多闪耀，兄弟在我身边怀佑，再去不败之名号，再一次我烟起硝烟，剑指苍天问群仙，可敢给我几年时间，一定要统另类圈。感谢收听。